难道不会放高阶核废料？各位朋友，目前为止我们用了核电很多年了，目前为止核电的核废料一样就存放在我们的核电厂里面，也存放在什么呢？兰屿这些乡亲这地方。面对核废，有人烧香拜，有人跪叩求不要这些东西都不要再进到我的家园。我们要的是一个永续安宁的一个社会。各位朋友，在全球变迁的社会中，我们都是兄弟。在台湾目前的处境上面，我们都是核电政策的受害者，我们是难兄难弟。我们是不是应该站在同一个阵线，一起向政府要求公平的对待？各位朋友，昨日兰屿，今日南澳，明日不就是整个台湾吗？如果你们默许政府用这种粗暴邪恶的手段对付南澳人，对付兰屿，未来政府难道不会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你们吗？今天我们南澳人坚守的不是只有那一块土地和田溪流域，不是原子能委员会委托科学家用科学方法去探测出来最适合放置高阶核废料的那个岩盘。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坚守的是一个价值。什么样的价值呢？就是一个人成为一个人的尊严。这个价值用太阳族裔来讲，就是 Damalai， 用赛德克族裔来讲，就是你们看的电影叫做赛德克巴莱泽吉巴莱。如果用你们汉语来讲，就是作为一个台湾人的尊严，就是作为一个地球公民的尊严。所以各位朋友，当我们南澳人，当我们兰屿人在高举族群正义的时候，你不要跟我说那是什么呢？少数正义。如果今天以全球的尺度来算，你跟我一样的处境。当我们在说土地正义的时候，请你跟我一起联名这块生养我们的土地。